打瘦脸针多久才见效？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黄继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我们在打咬肌肥厚这种瘦脸的时候，我们一般注射肉毒素以后是多少时间起效？因为我们咬肌比较肥厚，我们一般打完肉毒素以后3到4天就应该起作用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咬肌其实已经开始麻痹了，就是我们在咬硬的动手就感觉有点费劲了。但是咬肌逐渐用尽废退的情况下，咬肌要萎缩它有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们常常的干活用右臂干活的人，你要去量它的可能右臂就要比左臂粗大一些，而我们的咬肌呢，在打了肉毒素以后，它瘫痪了以后，它的体积变小的情况下，还要通过一个过程中，就说我们长时间咬不了硬的东西，它肌肉力量没这么大，它的肌束啊开始萎缩的话，是有一个过程。它药效是3到4天起作用，但是咬肌的萎缩没那么快。我们一般做就说要达到瘦脸这种满意的效果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咬肌要至少在1个月左右，它的咬肌就明显的变小了。但是如果你仍然不按医生的医嘱来要求，你仍然就说经常嚼泡泡糖呀，咬骨头呀，嗑蚕豆嗑瓜子，要这运动经常锻炼这个咬肌，它的效果就是比较差一些。所以说我们打完肉毒素以后还要遵医嘱减少这些硬物的咬合和泡泡糖的嚼嚼。